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5年精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3轮的一盘棋。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重庆银行队的李轩豪五段和中信北京队的陀嘉熙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依然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围甲比赛呢，这都是我们职业棋手啊是最重要的比赛，就是重头戏，因为这个每年能有22局的对局量，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盘这个围甲的比赛。这盘棋呢是由这个重庆队的李轩豪执黑啊，这是一个年轻的帅小伙陀嘉熙，李轩豪，这都是现在在一线比赛的棋手啊。对，陀嘉熙呢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对，好，好，我们来看。李轩豪黑棋，这个他下了一个星位，星位，对，星，这个星，他是走的这个韩国流，然后那面是这面星，他下的星，星，然后这面这个，然后那面小目，小目，对，在这儿，然后挂角，这么下，这个。白棋小飞，现在，对，然后呢，黑棋下了一个很流行的布局，对，在这儿，现在都是往回错一路了。对，原来这个迷你中国流啊，都是在中国流的这个位置哈，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往回错一路。是，嗯。这个棋呢，应该说，这前一段下的很多，因为这个也下过一路，这一路啊，然后怎么样，这都是过去。这跟中韩比赛时候，这个下的比较多，非常研多，究是的也吗？特别多，对。我记得这个棋，光我讲棋都出现过好多的次，这个，这个就我们再往后看啊，这就比较常套的了啊。然后分头，这也是必然的，分头。然后呢，这个一般是大飞，也有小飞的啊，这都都有，差不多啊，都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是这的。没什么。然后呢，拆二也是正常。这个棋呢是也是必然是要飞这个，必然飞。一般这个棋呢就是要爬了对，啊，这个是要爬的，爬一个，顶一个，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就阵头，阵这个，这个都定式下了很多遍了特是别吧？多。然后我说是要靠那面。靠宽的一路是比较多，结果他是靠这面，这个压一个，这也是正常，现在好像都靠这边。都刘靠老那师，面。您想靠这边是吧？对，这个是我觉得应该靠那面，这一次呢，这以前都是那个金志熙下的，金志熙他特别老他喜下这欢个黑下这棋，但是我怎么觉得屡战屡败，个，而且 然还后要还屡败再，屡战是吧？对，还是这么下，还这么下，我就是这么下我的，觉我觉得得这这个棋黑就应棋该这它么这个下，布局老下，我觉得失败的布局，它就是本来是搬退这个交换掉，对，现在都不搬了，又不搬了，它保留这个家或者还有别的手段，这两是，个觉得没有，而是靠这个，靠不走那个，靠这个，这个。搬下来，接上，然这后，个棋我怎么觉得这样有点拘促，厚就觉道得里这面呢？边是空，是不是它有点围得太小了？是这对意思吗？对，这个不到30目棋吧，这底下是20、21、23，厚道里面了25目墙左啊。右。那我觉得应该靠那头。这个比如说啊，这个棋啊，这个棋当这个时候，比如说靠这个黑棋靠这个。黑棋靠。你搬我退，这样的话，哪怕就是说，就算这样吧，就算这样，你跳我的补，那么我空啊比那个要实在，我觉这一条边都围住了，得，现比在那个是，实在，没错。那刘老师，您靠的时候，白棋会不会往下去呢？比如说，那我觉得下去，那我这边你看比这儿还宽呢。您就想围这边也行是吧？对，比那比如还说我宽呢，厚让你厚到里面嘛。摆个变化图，我比如说先跳刺一下，再跳跳跳，刺这个是有过，这跳这个刺是，对，是不是合这适？是个变现化。在，但是呢，不管怎么说，
这个变化我觉得有的占，可以这么下，可以占，可以占，可上，可占，这个不管怎么，这个是个好占的，对，值得占。你比如说上面搬一下，那边怎么跳一下，这个棋站起来有点意思，比那个靠了围这么一小块，对，是不是强多了？确实，但是他们这个老下，但是我只是从胜率上看，黑棋下这个胜率低，就觉得靠这个，对，这个，但是金志熙他下的比较多，我记得。那现在这个李轩豪也这么下啊？李轩豪他是靠的这个，靠这个，我不赞成这个黑的这个布局，但是大家都这么下，应该也有它道理。所以我们老是给大家挑选这个围甲的棋谱啊，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围甲的棋谱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流行些什么，流行什么，对，都能在围甲中间看到，而且呢，他现在拆二，而且呢，他是一块试金石。如果说最近某一个棋手在围甲上成绩特别好的话，可能就说明他要崛起了。比如说柯洁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看这个白棋拆二，这个是这个经典布局，都这么下过很多次啊。这个棋呢也是要搬的，是吧？搬一个，一般的情况啊都是尖那个，对，尖那个。过去曾经下过这个，对，尖，然后黑棋打。然后白棋搬，都这么下一次，都这么下。这个定型过很多次，古力也多次下。对，古力啊，李世石也去下过。对，然后金志熙下过，然后我们比赛也都下过，都这样的布局。但是呢，我怎么听说就是还是喜欢白的多，觉得白棋好，喜欢白棋的居多。是，因为我们那个比赛贴七目半，马上就定型成这样，那很快那就一下子。他没五分钟都下成这样了，那面就布局就那么多，大家都差不多，那这天目往哪儿找呢？就是说觉得一算这个目啊，并不是太好，不乐观，但是呢，这是应该说这只布局，你要力量够呢，后面都能够找不回来，不问题，这个反正这都是大家这，但是今天这个呢，他俩的这个下法又有所变动。他搬的时候，陀加西他下的不一样，他长了一个。他长了一个，对，他是走在这儿，长一个。对，是的。这样呢，那就是那个不是尖的了。本来尖你长，它可以长。现在呢，它直接长，那个也不交换了，让黑棋那个敞着你走。你要点三三，我就给你角。这觉得这样白棋厚，他说他认为也可以。当然，我觉得也行，这个也是一招，也不错。对，应该说可下。可像，我觉得这个长和这个尖顶呢，都是一种选择吧，也不能说谁就更好一点，可能就看你对后面的棋的掌握和理解了。对，这个是，也都有吧。嗯，现在黑棋拖一个，这个就那个地方选择多了，一个点三三，一个这个拖，还有一个靠，这都有选。都有值得选的。是的。白棋扳住，扳住他虎做结的一个形状，他也没有连扳进去，这个直接就虎了做结，虎了不是你说，假如说现在白棋长的话，刘老师那是做结，他就做结是吧？以后有结，对。那他现在就直接做吗？也可能挂角以后留着，先留着这个扳，也可能，比如说他爬一个，或者以后再说，那。他实战他打到这儿打吃这个，对，打吃，他也没有马上做，他是先打的。对，他直接做的话，这提这下就走不着了。对，现在打一个呢，你如果提，他可能就打进去了。他就打上去。他打上去。他比如说这样。对，可能是这样。嗯。你粘上他粘那个。那他就形成转换，他就转到这边去了。对，就是这样。这边他就不要了。他就不要了。是。这也是一盘棋了，对，你打吃的拐着，反正就把这个，那就另外一盘棋，另一盘棋，对，嗯。那么现在他打吃的时候啊，他来一个忍让，打吃，他忍让了一下，他粘上了，接上，在这儿，暂时你没有招，你冲断什么都没有用，那个暂时你在这儿走也走不出来什么东西。这个时候他粘上之后，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黑棋走什么呢？黑棋，我觉得正常的想法不是应该在这一带走一个，是这样是不是？走一个，他先提一个，他提一下。嗯，那我有点难受，有点不舒服，哎，有点不舒服。哎，对，是不是李山豪他想不好这棋到底，所以他就、他干脆就不走了，他不走了。嗯，他就是走了一个爬一个。对。二路爬，这个时候就觉得挺意外的，有点、有点爬。这个地方爬一个以后有万，你说虎一个呢，它以后有点，对，哎，有刺。那白棋多半会脱先吧？我觉得不太会。哎，一般是这样。因为它在这个爬，当然也不小，以后有万粘。嗯。那面呢，中间你暂时吃我呢，你也有点不舒服。是的。以后我留着，以后虎了做劫，还是那有。再说了，先爬你一个，实战白棋提掉了，啊，省得你给我做劫了，虎下来做劫，把你这个劫先给它消除掉，你再打上去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再打他可能从上面打，那你就变重了，那再说，那么黑棋他说我既然爬了，我就再挖一个吧，挖粘，您觉得他这个爬完了挖粘好吗？这个下法？反正是也是一种啊，他比较执着，执着，执着。一般是袜粘完了会要搬这个。哦，但是现在搬就觉得见小了。如果现在黑棋搬，白棋毫无疑问会脱先。那有可能肯定不要走大的了。对，那就走别的，脱先去走大场吧。对对对对对。那是不是觉得他爬完袜粘有点见小？那他也是一个大棋，本来嘛，你这个也算一步棋，应该说也是一个。大棋啊，你反正也不小，你要走别的当然也可以，但是我对这个黑棋这个布局啊，总觉得还是觉得太窄了。您不太赞成？不太赞成，太早了。嗯，我是不太赞成他爬一个，不太赞成。是哦，这个不爬，你说挂角直接走别的是吧？爬和那个多提一个，觉得是损的。对，那我还不走呢，我干嘛走爬呀？我走搁别的地儿呗。但是不爬呢，这面厚了，就是说你那个也动不了。对。嗯、所以您不赞成他的布局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一切的根源都是从这个靠开始的，如果没有这个靠，下不成这个样子。这个不管怎么着也是比较微细，这个比较微细。我觉得这个就是白棋可选的面宽一点。嗯。这个个人所见啊。嗯。这是，然后黑棋。这面都基本上告一段了，也不愿意搬，那面变成个大棋了。他走大黑挂角，这大黑挂角应该说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亲角一个好点。嗯，如果你手脚他拆二觉得挺，或者星位高处走一个，啊，是白黑棋比较希望的。是的，你在这儿一尖，他走星位，然后远远的照住，就是照应这面，是吧？对，也可以。对，那走这个呢，一般黑那白棋就不要走那个了，就加工吧。因为白棋这边可以把它看成后势了。这面对你要他要再走一个星位，对这面也是一个间接的声援。对，是一个照应。对，我就加工。加工对，加工我觉得二尖高加，挺好，挺好，挺好。加工我觉得是好点。这三个呢飘着，你总是要处理以后。对，是的。那么现在呢，黑棋靠星位。靠星位，这个就是以前的老定式，一般不是靠三三吗？对，是吧？啊，这个。靠这个星位，我记得是什么？嗯，他一见低家靠星位多，哦，靠三三的怕他长，而已，哦、那你要是高的话，靠三三不怕他如果拖三三的话，嗯白棋现在会搬下来吗？应该是搬下来啊，然后断，形成、这样的一个下。哎，对对对，定式，定式定式，对，接上是一般拐到拐一个二二，那么白棋跳吗？白现在能跳吗？是不是不能跳？这个也许、这个、加一个。你尖一个，他拐一个，可能是这一类的棋吧。嗯，然后再这一类的棋可能是。那黑棋觉得这个下法不满意？有可能。啊、所以他不肯拖三三。这个位置比在对低比低的要好。要好，嗯，是吧？是的。也许还有别的变化。就是这样了哈。这样对正常的话应该正常，这是常见的也定式。是的，定式。那么靠在星位，靠一个。对。然后白棋
现在直接唱三三变招了，他变三三了，他可能觉得这个位置还不错，比一间低价的位置好。如果一间低价，他可能就不这样。现在呢，就直接就这样，他搬，这是个老定式，对，是老定式，很古老的下。哎，对，白棋要实地，黑棋要外势，但是这个位置呢，比在三路好一点，四路好一点，现在的位置好一点。是的。以后呢？白棋是不是虚虚的在这个跳或者飞这个以后瞄着点也算可下的一个那个是吧，嗯，然后中间走一个也是不错，这个也是黑棋的一种选择吧，对，一种选择。然后白棋把这个头藏出来了，还是我还是觉得白棋不错。你觉得白棋不错？这个长很大哈。是啊，而且他走完了之后这一带也没有什么接应啊，这接下来难道你要渡过吗？底下渡不过。对啊，不好渡，就不好渡。然后这边人家就是如果打他打过来啊，是啊，就还得走中央。所以说这觉得白棋这一片啊，嗯，以后经营起来还是挺大的，黑棋得想办法削他了。哦，这也是一招啊，嗯，对，也可以考虑啊。对，这个还有别的，我想也就这样了吧。这个别的就是说，你要不走这个，如果在这儿走一个，他扳头在点方，嗯，也是一种下法。哦，在点方 是吧？嗯，如果说您跳一个，跳这个，哦，跳这个，他扳头，对，在点方，然后再点方，看这样哪个喜欢哪个？不清楚啊，不清楚，这是进攻型的那个啊，嗯，比较那个擅长进攻，可能这一类的，嗯，擅长进攻这也挺好。擅长进攻可能是这么下。那我怎么觉得总是白棋好下一些呢？这样你走什么？你尖出来？我可能会尖出来。尖出来，但我不尖出来，我能下哪儿？我可能走这个了。跳出来，这个就是都好像都点在黑棋的腰眼上。就是说，这种擅进攻的可能喜欢，嗯，是的，这样也是一招，嗯，是吧？干脆那边进攻。这个给你，对，这也是可选。那么他就把这个还是要长一个，实战他是长的，他长这个，嗯，长这个。那么你黑棋这个时候掉一个好点，他得掉在这儿，这个挺好，好点，对，啊，虽然说白棋看起来这边比较厚，头也长着了，嗯，对，但是人家进来你得能有合适的进攻方法才行，对，否则攻不好的话。那这些后事可能都是白费了。是啊。嗯。这个，现在白棋能不能下得狠一点？比如说，像您刚才那跳。跳他跳下去了，过。嗯。是吧？对。如果你再走，他和跳下去了。现在真的是这个时候是恰到好处。哦。黑棋这个时候还是真的是个恰到好处的时候。所以您觉得刚才那个长？先进攻的话，那个，他都来不及。嗯，当然也。这个棋现在就不知道该走什么，走狠的话你就只能是往上走了，对，或者是怎么样。那往上走真没把握，没把握，把它放进来了，它很容易活。放进来你还没有把握吃它。对，是的。嗯嗯。还有一种是贴着走，走这个。靠住这个，贴着。哦。嗯，这就搬了我就断。对。这也是一种，因为自己厚的时候贴一下它，贴身一下。也不错，找形状，挺好。也是可以考虑，嗯啊，也是一招吧。是的，哎，实战不是这么下，不是这么下。对，驼家戏走的比较稳当，他飞一个，飞一个，那被他掉的成功了。驼家戏他擅长的不是进攻，他擅长破人家空，哦，或者说他的制孤很强。哦，他是这么擅长的。对。然后现在黑棋靠上面，靠，嗯，那他必然要搬一下，我觉得，如果退一个话，他不肯，是吧？嗯，这被压过去是不是不太舒服？不太舒服，下的，嗯，黑棋虎下来，大吃，这个，哎呀，被冲下来了，这变成了一个，在这儿惹出个麻烦，就大家在这个地方都不肯推让，所以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嗯，这个形状挺奇怪的，白棋抓一个，嗯，但是黑棋啊，
黑棋把他的控破了。他很强硬啊，他还不肯说自己这么老老实实的粘一个，他不肯。搬，他如果粘，怕他搬。嗯，他如果说粘上，那么白棋他就糊过来。糊过来。这形状还是很厚，看起来很舒服。那，你破控归你破控嘛，反正你还得连回去。这个棋，比如说我搬。啊。搬这个，再去搬一个，就比如搬啊，这搬它能断吗？大概断啊，断大概是不是他干脆拐回去得了吧？拐回去啊，那我就挡住，还是怎么着啊？挡住他吃一下这个棋，白棋挡住黑棋，黑棋反正是，嗯，这个棋是怎么回事？我先立一下。对，先考验你一下。哦，这样啊。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干脆走这边吧。嗯，打吃我就。嗯。从上面翻打还是当拐回来？这个棋。拐回来吧。啊。这样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啊，如果您舍得打这，就看您打哪儿啊。您提我就粘。嗯，不错，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它可能长远，但这个棋。也可能这样我不见得那个什么啊，不见得满意，嗯、这不见得满意，你可能大招可以，嗯、打因为我这粘不是先手嘛，我觉得有先、嗯、先手意味，我是可以考虑。哇，这比较凶了，走得远点，这个走得比较凶，走得很凶哈，看来我这个也有问题啊，嗯，可能这样我可能粘不过你，有可能粘不过你啊，那您就不肯粘呗，不肯粘就是、嗯，不肯粘，嗯。不肯粘，他就走得很凶了，提掉，对，然后黑棋打上去了，对，在这儿，啊，哎，这个变成一个这样，这个白棋提一个，先手提一个当然舒服，嗯、但是黑棋打上去，那怎么样？是粘白棋粘也不肯。对，是吧？这先把自己粘成一团提花的东西，粘上，这个心情不太好。不太好、嗯。两个人都是有血性的，嗯，然后来个狠的了。那么他是不是要直接断上去打劫呢？嗯，对，嗯，他来个狠的了。直接打劫，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劫财啊。他就是现在出其无劫啊。对，出其无劫。嗯。嗯。点了一个。点一个。挡住，挡住，啊，这个棋点个三三，那门都不走了。他这个点三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嗯，这个接下来让大家先好好看一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维甲李宣豪和陀嘉熙的对局。刚刚呢，看到白棋刚刚在那儿点了个三三，直接点个三三，对，以为你要活脚呢，其实啊不见得，他点完三三之后啊，直接来一个狠的打劫了，嗯，打那个劫，拿这个当劫财了，他提劫是必然，黑棋提劫，然后白棋这个爬一个，当劫财，这个挺硬的，嗯，这通常这个棋啊。黑棋长一个或者搬一个是比较常见。嗯，但是现在如果说被白棋抓过来的话，黑棋的劫财怎么样呢？就是看这个，如果比如说黑棋长一个，假如啊，对，现在黑棋长一个，哎，啊、黑棋长，嗯，你提劫，白棋提劫，就是劫财的问题。那么二路搬是不是劫财？搬这个，对，干脆给你打大，嗯，这个劫。这个劫呢，真的是这不能粘啊！这粘了被两个子吃掉不行。对，那我走你找一个打一个，打他就拐出来，打就拐出来，那我就粘上行不行啊、嗯？那大家拼一下、再粘上拼这个看看怎么样？现在好歹现在吃不掉两个子。对，这个棋有那下来好像也很厉害啊。对，您要是这么一溜打下去，一会儿我把这三个吃了就行。那么他只能是拐打吧？拐打是吧？嗯、对，拐打那我就。打吃哪个？我吃这个是吧？吃这个，对对对，这个白棋有利，嗯，白棋有利，这样恐怕不行，嗯，没有劫财，一个都没有，啊，很麻烦，还真没有劫财，这样黑棋不成，对，
现在断一个，对，这儿有一个，黑棋这儿现在有一个子提劫了，哈、哎。爬一个黑棋如果硬，那一提劫，它劫财不对了，对，没有劫财怎么办呢？是吧？嗯，那看来只能是那个什么了，接上，接上，对，这个出其无劫啊，对，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个棋白棋搬上也不小，这搬起来非常的大呀，也不小。这个因为本来你这个就薄啊，这个搬起来如果把这个子给、你又搬，我一推把这个子给吃了，嗯，那这个可能这个大角换那个还合算。那怎么办呢？这个棋要断，断的时候啊，他就搬这个是好棋。这个不就是那个小木高挂一间低家拖了他顶断的那个定式吗？定式了，想还还原那个还原定式了啊、哦！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走这个，如果走这个，他来个俗的，这是先手打下去。哎，对，就把你这个吃了。是的。这个，所以你挡的话，这个棋被这么吃，黑棋不行。嗯，那怎么办呢？那你说这个时候当搬的时候，这个棋断，白棋搬的这个。对。这个搬、这一搬的时候，黑棋没办法了。对。搬这个是吧？黑棋不能挡了。他只能打在上面。他是实战，也是只能打这个。嗯、打这个。这个行，下一步挡行，一挡你的脚还没活呢。但是这个时候白棋一长，是特别关键，这长太大。它单长。单长呢，你就是争不掉这两个，正好争不掉。你怎么争，两个都争不掉。它这个这样争，这样争都争不掉，对，是吧？对。而且黑棋虽然长了个硬头，接下来你也可以跳家，下得特别厚。嗯。那厚完了，对人家这一小堡垒，人家拆在这儿了，你这厚没什么用。所以这个就黑棋比较你可能也只能加，这样他不满意，对，这个加他不满意，是的，加他吃两个他觉得不过瘾，他想什么呢啊、他想是这样，他很碰一个，碰一个，嗯，如果你长或者扳，那么这个时候再多送一个加他过瘾。哎，这个时候你冲不来了，对，这样的话我两下吃都先手，嗯，我就想走成这样，这个黑棋这样当然舒服，比单家强。单家你吃一个，再吃第二下没有用了。是的。不先手，这个好。嗯。这是黑棋的预想图啊。嗯，黑棋就是希望他的实战碰一个，就是想那个什么碰在这儿。嗯。实战。那白棋看到他的这个情况，你这一打吃一夹，那就这个本来你夹不住，我都没有这个子你夹不住。这个就是想借一下力，那我干脆就这样吧，拐一个，不给你这个，不给你利用了，不给你利用，嗯，哎，没错，这样他是搬的这个，对，这个黑棋啊，是黑棋搬的，对，黑棋搬的，嗯，现在白棋端打，对他也不猴，他也不弯出来了，不弯出来，算了，这弯出来这儿人家有搬，不，他说这提了也挺厚，干脆就这样，提了挺大的，他觉得挺厚，他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形状正好是你拿它也没招，是的，因为你这实战你加它也会二路搬啊，它就是搬的这个嘛，对，他想好了他的这个叫想好了他这个手段，嗯，比如说啊，他就搬下来搬这个，嗯，搬这个你大概是吃这个吧，是吧？对，这个吃这个吃。然后长，对，他就让你把这个二路子吃了，然后他保持这块棋出头畅通就行了。对，顺畅。他反正是这个底下几目棋没关系，我只要上面活了，我这儿占了便宜，把角给拿了，他也算那个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棋过来一路比较好，跳在这儿。对对对对对对，回来一路比较好。嗯。这个棋放在这儿呢，好像。给黑棋后面有气象，给他留点机会，留机会。他你放在这儿呢，他就没关系。那他会不会还有扳断呢？比如说那个、这个白棋放在这里是吧？嗯，白棋大跳，放在这里，然后黑棋扳呢，他就胡，扳这个，对，他就打吃，接上，
对，那他就往外走呗，就往外跑，往外逃吧，打了那个什么哈，嗯，往外逃，哎，打吃，对，长，这个我觉得逃出来不是问题，就一路过来也没事儿，就顺过去就行，哎，顺过去就行了，对，一路出来就行了，反正那边都厚，没什么事儿，啊，嗯，这个应该没问题，大跳一个是吧？跳到这里，嗯，那么跳到这儿就实战了啊。对，实战他跳这个，飞一个，走这个。他但黑棋这个很厉害啊。他跳一个，是吧？嗯。你用贴过来，他能给你顶断。对对，他这是顶过去把你扳断了，正好。对。嗯。你贴过他顶断，所以这个棋有一个这个棋。哦，嗯，所以您觉得他这个？哎，回来一路是不是好一点？嗯，好，这个。走成这样，实战的白棋下的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就连的不太好，连的不好，这里有个点断，嗯，是吧？有个点断，它这里有个子针，它给你点断了，嗯，点一个很厉害的点断，对，点断了是吧？白棋马上有生死问题。哎，本来你要在这儿的话，它点它能长给你两个了，不要了，哦，问题不大啊。对，现在不同，现在这个必须要加一手，嗯，但是这一招棋被它贴出来也不错哈。对，黑棋出头了，现在出 头,、嗯、出头的话、这个，这边就好多了。局面他黑棋能抓住你，嗯，然后局面比较有混沌哈，可以可战。嗯，哎，白棋提了一下，这块棋他需要加强，要不然的话，先手可能会被攻得很惨。嗯，打吃。打吃了。嗯，打吃黑棋不理了。嗯，其实我觉得提一个也不小，提一个。就白棋这个提，哎，对对对，提一个也可以，哦，比如说提就提掉，黑棋提回来，哎，对，提掉你白棋这个棋，这个眼位有问题啊，你得补一个，好像不补这个中间，他得往前走一个吧？对，让走一个，这两个交换其实是有价值的。哦，要不然不走的话，人家这个比如说照一个，你怎么办？对，是这个棋你要小心，这个棋没有，你要走一个，大概跳一个，可能吧？比如说你跳一个。那么我这个时候我想想办法，我就要那个劫，我怎么觉得一直是嗯，您想打上去，打上去，对，嗯，现在中间厚了，所以他就哦想这儿可以下得狠一点，下得狠一点，嗯，你比如说这个你大概是这样，打吃他提掉然后长一个，长一个，对，那个揣那个劫也很大，他还要打上去，哎，对，把，哦，那劫打了，那这都是等于先要提了，就是先手那个跑出来，嗯，这个呢，有了那个劫呢，这都是劫，所以这个厚薄的区别还是真的很大。很大，这门有，黑棋一旦厚的，这儿就下得狠了。哎，这儿就给他打那个劫，嗯，因为他黑棋没劫，他走的都是厚啊。对，黑棋找黑棋劫他还没有，但是他这儿有俩劫至少。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可以给他占一下。还不错，嗯，你觉得？占一下，对，他，嗯，没有这么下。没有这么下，这个他没有提，关键是，对，嗯，他没提，他是走的，白棋是提的这个嘛，黑棋贴，白棋提，走打吃，吃他不走了，不走了，嗯，在他是走了，他断打，断打，哦，断打这个，对，嗯，断打这个，当然希望你粘上我长出来，马上作战，是的，嗯，那当然是我觉得是有利。你说作战马上白棋很重，嗯，你要逃这几个子的话你就很重，但是呢这棋白棋它不硬了，就是黑棋白棋不要了，白棋它就虎过，对对对对，它下得很实惠，把那个打吃，它很实惠，把那个打的是隐患给杜绝了，您刚才不是打上去吗？赶紧补掉，很大很大，嗯，巨大，这步棋，嗯，确实你要吃两个它就给了，是啊，黑棋现在打在这儿，打在这儿，这个他还觉得这个里面有残的，以后我往就算长你也吃不着我。嗯，看起来他想就是这边的后势啊，嗯，想进一下模样啊，看看能围多少空。围多少？对，现在因为你没有什么别的方向了。对，其他地方好像也没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了，只有那个大的了。对。那他这个把你这个杜绝了，就是把你这个祸根给。灭掉，你们就没有别的棋，剩下的大棋也就是中央了。嗯嗯，这个没有提，没有提的话，这块棋呢，白棋随时他一提就活了。嗯，白棋现在走的这个，
这儿。对。他要清消一下他的模样，对。现在呢，这块空不能让黑棋成得太大了。对。如果说成得太大的话，这白棋的目数就有可能有点问题，而且黑棋现在全盘很厚，这地方除了这儿，别的地方没有任何孤棋可言。黑棋厚，对，黑棋厚，但是白棋的空多，对，空多，这个棋，这个当然消也是必然的。如果让黑棋围呢，你也，那个他不能给你围那么多。嗯，现在白棋的黑棋的空，实空，那这棋你要说要是不清一下的话，这棋你白棋啊，你也得小心你的形势怎么样。对，有的是未见得好，未见得好。嗯。所以刚才黑棋这两步棋交换，可能有些疑问，也有可能先不走或者保留一下也好。嗯。因为如果说白棋虎的话，黑棋会回到这儿打吃吗？可能不见得。他可能觉得这打吃这价值比较大，所以他就打吃了。但没想到白棋就脱先了，人家就虎过，也不接出来，也不往上打。对，现在这个白棋消，那么黑棋。对，黑棋走这个，对，这是一步大棋，因为让白棋拆过来的话，那都成木了，对不对？因为你要是阵头的话，被他尖冲，你这个棋也吃不着。哦，是这样。我第一感是阵头，但是被他尖冲在这儿也吃不着。嗯，所以这个也是不小啊。那白棋就干脆就白棋先中间跳，先跳了一下。嗯，他飞。飞，对。然后白棋先跳这个。嗯。小尖。然后再跳这个，跳这个，拐跳出来，这，黑棋跳刺了他一下，哎，黑棋先飞刺的，先飞刺，对，他是这样，他是先跳，先跳，他是飞刺，我们把这个顺序给大家摆好了，好的，白棋跳，白棋先往前跳，对，然后他飞刺这个，他再跳这个，对，小尖，是的，他压一个，然后他再贴出来。对是这样的顺序，是，黑棋再飞刺一下，然后白棋靠，而中间他这个能破让当然合适，对，这个好，是这样，嗯，然后黑棋把这个长出来了吧？对，这个因为那面搬过之后，这一粘，他白棋出来啊，这两个他能有可能马上就粘上了，嗯，就要跑出来了，黑棋要补这个，是吧？这样哈，是这样。现在白棋是走的这个贴，对，白棋先冲一下，冲一个。这个地方他下了一步好手，走这儿。对，这个棋是好棋，好棋，因为他这儿有个粘，这一粘你一断，这里面有很多利用。嗯，现在呢，他是有一个扳，两个拖，一个拖。嗯，这个棋中间走一个是好棋。他走这儿之后，黑棋好像没法抵挡啊，他怎么办呢？对，你如果搬这面，他就拖这面。啊，如果你尖这面，他搬过了，那你不行。对啊，所以这个是个好棋，这确实是陀嘉熙很厉害的地方。这个是好棋，这步好棋，因为这块本来是算作黑空的，本来这是数空，你起码得数到这儿吧。结果发现人家二路一透的话，你这空全不是你的，在这儿。那这一带的目数就差多了。这个实际上是黑棋围起来也挺辛苦。对，这块空这是不如想象的那么大。对，这个后半盘陀嘉熙比较厉害。确实。这招一走，这个空上你看就不同了。他实战只有忍辱负重，下的这个。对啊，他这好棋啊，他没办法。靠回去，他没办法。靠一个呢，你有两，你这儿以后多一个就官子啊。他以后能够搬，打挖了他吃完之后，这个棋他便宜了。对。明直接就走，所以那这个棋先棋走的就是便宜官子了。嗯。因为这个你没办法抵挡，因为他这个一粘，对，马上各种利用那个粘太威胁了。所以他搬过。搬过，对。然后黑棋跳一个，白棋粘上了。这个粘一个呢，本来是这样，本来是应该是冲一个，通常是这样哈。我说这个棋是应该冲，打吃接上，他虎，虎下来，然后这儿怎么着一个，走一个，这样是一个普通的，但是呢，
他这样的这个棋就没棋了，这里面没棋。你比如说你粘，你在这个地方怎么着白棋都没有棋了。嗯。但是呢，他如果不交换单粘上，他实战哈、实战是走的单粘上、我们讲他是单粘上。粘。如果你这时候虎的话，他这两个不交换，他有一个尖。哦。这个棋就多白白多出一个棋。哦，这个厉害，尖一个厉害。这两个不交换，多一个这个尖。嗯。至少多一个大官子，兼一个这黑棋又没法抵挡。对，你硬哪儿都不对，你现在不能断，断了被人家一断打，二路子吃掉了。对，粘上的话，人家粘上了。这个气不壮啊，多出一生白生出一个手段来，差距很大。所以他是不能粘，他是要粘这，不能装这一气，不能装这一气，他粘上，那么黑棋不可能去再去虎了。对，虎了之后，那我还多出一个那个大毛病。嗯，那我干脆就走别的，他粘一下，对，这是先手，然后靠下来，对对对对对，你那个不能虎那面了，那就黑棋、白棋往那面走吧，然后白棋现在粘了，哦，现在我也不用保留了，我接下来马上对马上粘这个可了不得，对我得把这个粘上，然后再拖过，对对对对，这样、在这儿这样挺好，嗯，哎，这样走成这样。这样一来的话，黑棋这儿的空都被破没了，等于对，再把那一转，他白棋也捞空了啊。啊，这黑棋就得到的东西就是往这儿下来了。实际上是有点亏。是的。嗯。嗯，这个棋，他黑棋搬一个，搬这个啊。对，这白棋糊了一些、嗯。这是先手，对。然后他把这个抓了。这个棋是挺大的，它很厚，哎，这个挺大的，白棋一直没有提，目数也大，黑棋提一个交换，那对它有一种威胁。现在它提干净了，对，本身目也大。就之前，可能断打，嗯，断打完了之后就干净，或者说断打都不用断打，直接就提它一下。黑棋这个提一直没提，对，我就奇怪它为什么不提它呢？啊、嗯，挺着急的，这个有点问题。现在黑棋小尖。那白棋这也不能要了，白棋补一个，白棋补那个棋以后，是不是要被搬下去？有棋，嗯，对，搬下去有棋。对，现在这就等于是交换成这个变成大棋了，这个冲，嗯，是吧？黑棋得把那个冲掉，把这个冲掉。对，这个太大了。要不然这个人家冲是逆收啊，而且是。对，那个反冲一下必须要走的。对，巨大。巨大，嗯，这个棋。下成这样，白棋把这个是不是打一个？对，他打了一下。打这个，白棋打这个，嗯。嗯。然后接下来好像觉得黑棋在这一带这块空被破得太狠了。嗯。所以说这空啊就很有可能不够。您觉得呢？对，有可能。现在白棋搬粘这个先手。我觉得黑棋空可能有点问题。从正常的说，应该现在黑棋补一个也是搬一个很大哦，搬这个搬，搬这个很大。黑棋因为打这个、哦、这招棋变得很大，因为它有死活问题。嗯、对对对，这个是提在这儿，不是本黑棋如果提，当然这个死活没有问题。嗯，现在白棋提了，这个棋没有活，特别关键。嗯，哎、嗯，所以现在黑棋呢，因为它控不是太好，所以它正常收官，它可能觉得不行，它要拼一下。嗯、拼一下。搬这个，嗯，那么白棋就弯。白棋比较机敏的，他就走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搬呢，中间呢没有什么东西，还是搬这个实惠。对，是的。嗯、中间木啊有限，它都是漏着风的。四周围都漏着风。他都不理了，你看看。他觉得你再长，我就算连回家，虎了也行，连回家也行，没啥意义。嗯、是。中间没有木的。对。所以没有搬，被他侯在这儿，这个棋啊。活起来累，还没活呢。没活，嗯，这个棋，这如果厚的话，这真的还没活。你肯定是不肯这么缩回去，这样做活太屈辱了，这简直是。这太麻烦、啊，随时你要补活。嗯、白棋动手的时候没有活。小心。小心啊、嗯！黑棋现在挖打。挖打对。白棋这个时候是搬的。对。对他说那块儿啊，我给你了。你要想吃的话，我就算了。但是我这个时候我不懂啊，他就走的这个，嗯，这个棋为什么不冲一个呢？他是不是害怕那块棋有生命危险？那要害怕的话，那也是应该冲一个，比那个要这样冲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就大飞呢。那我，那拼起来也不同。
哦，拼起来不一样，再拼起来不一样。那他比如说，就算这个挡住，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什么靠住，哎，走了。对，这底下有一只先手眼，先手眼，对，贴在这儿是一只先手眼，有眼，对对对，对，就这个棋不管怎么说，也说是他中间走也是，比如中间走一个先手也是活棋，也不容易死，对，哎，那我们摆一摆，好，是吧？嗯，这个棋，那么中间它是。你可能飞在哪儿飞一个是吧？飞在这个地方，飞在这里，那我就先把这个给搭了，这样把这个粘了。我是杀还是不杀呢？有点犹豫啊。这个棋要杀的话可能也是往这儿先这样贴过来啊。哦，那我这下可能还是不要交换好，粘上是吧？这个不是，就是说他这个有各种下法，死还不太容易死，不太容易死。那白棋可以利用这个间隙，先把这个抓掉。而这个死可能不太容易，对。但是呢，把黑棋我这个下法可能也有问题，中间他贴的容易活，活还是对活的可能性大啊。嗯，但是他后面的下法。更加不好。嗯，我们看实战啊，你看，我就是说冲和那个不同啊。对，他现在是走的，他现在虎一个哎，他这样叫吃一下，他提掉，对，然后他再吃，那这个时候他再去吃这个，那不是说被人家先手提掉了，不是说多了一手棋吗？他还提到这儿去，回头那个棋还提了，这个棋呢，和刚才不同啊。刚才你等于是他提了之后，你多了一个这个。对。我们回头上，如果我说单吃，那这手棋就没有了。嗯。你提在，你可能也是一样。对。提了，我就不搬了。对，您这手棋等于搁到那边去了。对对对。做活去了。一样的提一颗子，但是我这颗子就不放在这里了。是的。现在等于是那儿多花了一手棋，等于放在这里。嗯，实战就是这样。对，然后白棋现在弯出来了，弯出来，他现在也不着急吃它，反正先把这个该走的目数给走了，目够了就行了，不一定非得吃棋。不，这个挺大的，对，这很大。这个问题是这马上这有粘的。嗯，黑棋飞，对，这逃出来也很大，挡住，跳一个。这个地方有断，它的补断。对，那搬一个就先手了。提掉，你还得提两个，是吧？然后回过头来呢，白棋把这个扳住。扳住。啊。嗯。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想要吃黑棋那块棋，他说，让你补活就算了。那空不对了，现在的空不对了，现在空是。我觉得空是不够了。空不够了，你折腾半天，这个走的都效率不对。嗯。吃了中间这个吃了半天，白棋的得的比你还多，那能行啊？对，他那边都收控，说越走形势越不利了。所以刚才这个白棋这个二路点还是很厉害，确实就一下子把控这个距离拉开了啊。本来还不见得这棋是，所以走了这个之后，黑棋这块控被破成这样了，所以这个在控上实地上白棋明显就占优了。那一下，那么现在白棋虎一个，虎一个，这个棋。应该说是控不对了，是吧？对，那已经不太好了。不太好了。对，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虎这个，我看黑棋粘上，黑棋粘这个，粘这个，对，粘上，他还是有点害怕，他得补一个。粘上，对，粘上，他这个死活问题主要是，是吧？没错。他刚才我们都一直要杀到这儿多出子。那个也很大，那个是吧？对，白棋冲了一下，挡住。对，再把断打。因为那个棋不走啊，黑棋单粘上也很大，单粘呢？是的，单粘。单粘。嗯，这个棋单粘主要是让黑棋单粘的话，白棋就有点不舒服。他黑棋单粘。嗯。
如果它粘上，它再断打，对，把这个籽整个切下来，哎，如果不走，被这一冲，那噼里啪啦，那个有个结不归的问题。对，是的。所以说那个棋，相当大的一招棋。嗯，那个棋是不小，所以说呢，官司很大。嗯，实战它，白棋就把这个吃掉了。那，哎，吃掉挺大，那个很大。这样一来的话，黑棋这个实控是彻底不够了，实控差不少，彻底不够了，对，哎，就不用考虑比控的问题了。对，所以他得跟白棋拼一下。拼一下，他断。断一个，在这儿。那么这个棋，白棋小尖。小尖先打一下，打吃，接上。然后粘上。接上，然后打吃，长，再打。先叫吃，接上。那再来一下。切过来。那只有这个了。对啊，没有办法，现在，这个，白棋把这个踢掉。哇，这个棋，这块棋现在就马上你得做眼了。这个棋要做眼了。嗯，干脆这个把它冲一下。先把它冲断。对。站上。站上。然后再搬一个。它也不做眼了，干脆给你分段了。嗯，冲断。冲断。接上，打吃。打吃。对。踢掉。然后白棋呢，其实一直都是给黑棋机会活的。他说：“我给你活。”我打吃，你补活吧。他补活把那先手提了，那控不够了。啊，是，但是黑棋先手那本来也很大。接上，白棋来个狠的，终于要求要把它吃掉。要杀白棋了。嗯，这黑棋最后的挣扎。然后白棋团上，这有点气太长，这全是。现在黑棋粘，白棋粘，这个是一气两气。二三四五六七，七口气。对，七口气，关键你的把这个点团上，它是一二三四，不是就算你白棋黑棋团，拐，一二三四五，五气，这气肯定不够，差两气，嗯，两气，就算有什么出入差一气的话，那气不够了，嗯嗯，对，这样就，差两至少差一气了，对。我们算着是差两气。对，这手就是最后一手了。嗯，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陀嘉熙是中盘战胜了李宣豪，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好，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